阿杰，你走慢点。怎么，现在不咳了？咳！我就说好端端的在车上还染了这么重的风寒。什么呀？我还不知道你还会未卜先知呢。你说，那个九叔是不是你安排的？ 这个，啊，傅姑娘，你的手镯，谢谢啊。刚才投壶，也谢谢。刚才为何会那样？没什么，想到一个噩梦。 现在没事了吧？这手镯，你从何处得来的？不是，你先松开我！你回答我！干嘛呢？你这突然，我这手镯戴了很多年了。为何我之前没有见过？我戴什么东西还要跟你报备不成？ 你要是怀疑我，干嘛冲着手镯发难呢？也是，从一开始你就不相信我是吧？既然不信，问这些干什么？你就找人去调查，去跟踪，去原先拷打我啊！蓝香，帮我捉走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.